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我们新剧场 LED 广告机。可以看到我们 LED 广告机的尺寸是宽640毫米，高1920毫米，厚度50毫米，它的重量只有52千克，非常的轻和薄。其次，我们的广告机适用的型号有 P1.53、 P1.667、 P1.86、 P2、 P2.5 等等。然后我们的 LED 广告机的模组呢，采用的是前维护的方式，非常容易就取下来了，维修起来或者说发现问题的时候都非常简便。我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就直接利用真空吸盘把它吸下来，就把它吸下来了。可以看到，只是需要把电源线和排线拔插，就可以进行一张模组的更换，非常的快速和便捷。安装的时候呢，只要对准它往上一吸就好了。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的 LED 广告机底部有一个带滑轮的底托，这个底托呢可以实现我们的屏幕是直立显示的，同时呢带滑轮可以进行的来回的移动，对吧？哪里都可以放，特别适用于商场呀或者一些其他的地方。另外 LED 广告机的组成部分里边，这有个壳子，这个后盖的壳子里边包含了电源控制卡，还有一个发送设备发送盒，这就是那个发送盒。这个发送盒呢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，第一个呢可以实现通过手机软件来进行素材的播放，对吧？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是，如果说是多台的 LED 广告机的话，那我们可以通过发送盒进行集联，然后使好几台 LED 广告机形成一个完整的画面，这就是我们 LED 的广告机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会给大家展示一下，是通过软件来进行实操和播放。这是下一个视频了，没事，把这个剪掉。